这站前心情沉重，看见着车站内面有人吃有人送，我哪会孤孤一人？想要甲爱着你是一场春梦，我将爱全部付出，心甘情愿。你对我笑笑冷冷，有时苦有时甘，才知影已经太慢。虽然经过遐多冬，感情会遐重，春梦醒来嘛是一场空。我是无虾米研究啦，啊，真侪人安尼讲啊，啊，不过即马嘛无虾米可靠的证据啊。哎呀，爸啊，你就卖想遐尼济啦，就食迄天然的物件就好啊。唔是啦，我是想讲吼，这天天安尼食迄个基因改造的食品吼，食甲迄规个基因拢变啊呢，安尼是不是足危险的？你看我可能虾米基因拢变的啊啦？迄是你无拄着。我听人讲哦，诶，那逐天食迄基因改变的食物吼，到尾基因就会变哦。比如讲，乌头鬃会变作金头毛，吼，A B 型的血型诶，怎变作 B 型？哎呦，袂啦，绝对无可能。啊，你也毋是专家咧，哪会当遐肯定？凡事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。阿爹，你的咖啡。多谢多谢。啊，对了。美女啊，你出去哈，你出去一下啦。哦，啊，因为哈，我甲恁顶时有真重要的代志要参详哈，嘿，算讲业务机密哈，还袂用互别人听到哟。好。你这么紧张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因为我是想讲吼，你有感觉迄冠军选手安尼出现于东南亚迄边的人无？哎呦，阮细汉时阵哦，是定啊，甲冠军讲算笑啦，讲哦，伊是外劳啦，敢是因为安尼，伊心内有阴影啊？不是冠军有阴影。是我有阴影，你敢知影吼？我呢，我愈来愈感觉安尼吼，冠军无成我呢，吼啊个性嘛无成，哎，模样看起来，做成是生做敢那像迄边的东南亚迄边的人呐，我唔知咧怀疑讲，是不是因那可能偷西？哎呦，无可能啦！啊，冠军哦，虽然有较乌一点啊，啊，不过伊个性甲你足像的呢，开朗，啊，佮趣味，而且阿母这么爱你，伊哪有可能伫咧外口安尼乌白来啦？哦，你安尼想是不是你唔对啊呢？我原本嘛是安尼想的啊，啊，不过吼，我都感觉讲安尼，冠军敢若唔是我的。哎呦，无可能有这种代志啊！阿伯啊，啊，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你哪常常有这种想法啦？啊，都进前冠军去验血啦，我会记讲伊是 B 型的呢。啊，毋过毋知影那顶届验的吼，煞 A B 型的啦。啊，我跟恁阿姆都无可能会生出这种血型的呢。我毋知想讲是毋是吼，这基因改造的这个食品食伤济吼，基因变去煞含血型煞变去的啦。原来是这件代志哦。哎呀，回头哦，一定是有一间病院验唔对啦。啊，若无就是你个暗暗着，
你若是真正袂放心，你就甲冠军哦去做亲子鉴定啊。亲子鉴定？哎，亲子鉴定不是拢一寡怀疑因某托客兄去咧做诶？对吼、哦。我到即马就是怀疑讲阿瓜拉去偷客兄啦，你敢一定爱做咧？阿伯啊，你若是感觉心内哦怪怪，你就去验一下，安尼啊你嘛较放心嘛。啊，我是认为哦，阿姆一定是亲爸，阿冠军哦嘛一定是你亲生。啊，你若是真正要去做，你就爱甲冠军阿哥阿姆讲，无恁三哦应该哦。安那无，我这世人真正无面皮通活得起啦。啊，阿姨放心啦。喂，哎，珊珊，你来。听讲恁咧讲重要代志，是啥物重要代志？我爱锁门才会当讲啊。无啦，就一寡吼交代事啦。对啦，哎，小事尔尔啦，无啥物事哈。哎，是讲，我安尼来耽误着啊，英辉吼，伊上班的时间足歹势咧。袂啦，袂啊，你就偷偷讲啊。啊，无啦，我讲煞，哎，我今要来走啊，吼。啊，耽误着英辉上班的时间，安尼吼也是无妥当啦吼，所以讲，啊来，我要等，怎么走？哈哈哈！哈哈！啊，迄个，啊，珊珊啊。哎。那赢得来厝里吃暗顿安尼啦，哈，嘿啦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来啦哈，拜拜。真好呢，阿伯，这么好嘞呢，伊是跟你借钱少？哎呦，不是啦，你想去倒位去啊？那无，伊哪会走来偷偷讲啊，搁锁门嘞？假使是因家有困难，我会当去问卢卡斯看需要斗啥工无啊？真正不是真个代志啦，啊，就一寡哦假来事，阿伯就无想要予人知影，所以我嘛无方便哦，甲你讲啦。啊，辉弟哦，就是阿伯哦，伊遐乌白想啊，你就莫阁问啊啦。敢是伊怀疑卢卡斯毋是伊亲生后生个代志啊？迄咱大家拢知影啊，这有啥物哦袂当讲个啦？这阿伯哦，看起来是足烦恼个。伊个要甲，啊，无代志啦。啊，非得哦，就是误会一场啦。哎，你莫甲这件代志讲出去哦。哎，做你放心，我才不是放上头。阿伯为着这件代志特别走来找你，佮甲门锁咧，甲你讲，确实是伊放的。上冤枉的是冠军啊！阿伯竟然佮怀疑哦，伊毋是伊亲生的。我靠，什么伯？把这当作是一回事啊！啊，伊就讲啊，是因爸爸妈妈的正常发挥啊。啊，对啦，啊，你要下班啊，咱应该要去倒位食饭啊。我还有足侪工课要做的呢。无安尼啦，你先回去哦，陪董事长，啊，我就凊彩叫外卖就好啊。人家是上班的时间拢无哦，哪咧我回家陪你做伙食？你已经陪我几工啊？你回去哦，陪董事长。我伊个一个人哦是足孤单个呢。好啦，安尼你莫想忝哦，较早休困。好，我先啦。嗯，较细你哦。啊，哪个跳来遮啊？啊，这软体有够歹用诶。阿姐，阿三。你唔免救啊啦！我明仔载找一个同事甲你教。啊，袂用诶！我一定要赶紧摸清楚软体要安怎用。啊，若无我哪好意思领这份薪水？你免着急。咱先去食一饭啦，我请你。若是讲着讲要食饭哦，我请你啦。你给我套路，我应该好好啊，甲你说多些。唔免啦，啊，咱去阿扁阿姨迄餐酒馆食饭啊，你陪我去。那无我一个人去哦，嘛敢那怪怪的。我嘛会当顺便载一挂菜回去给阮爸吃。啊，不过大家拢给你请，安尼就歹势。你把我当作是朋友，就袂歹势啊。而且阿边来哦，对你足关心的。啊，我带你去，让伊安心，安尼嘛就好呀。
行啦。姐姐乖。嗯，好叫啦。我家在珊珊哦，连到三工，啊，你去天成集团上班，啊，你嘛比较较单纯啊。嗯。哎，对啊，珊珊，你今仔就有义气的呢。是讲德胜就烦恼你啊，你跟我打电话给他讲一下。啊，对吼，我拄来公司，搁咧学用公司的电脑，都无想到，我等下回去试卡。哦。哎，对啦，啊，老师，你敢知影德胜有些朋友无？哦，我问过明慧啦，阿姨讲德胜无讲，伊嘛无方便讲，惊讲罗生会误会。歹势，啊，像是罗生啊，误会啥？哦，罗生就是永辉伊妈妈啦。德胜也袂正经啊，约阿母约足久的，后来阿母的翁婿过身了后啊，德胜阿伯就一直守伫阿母身躯边啊。啊，最近阿伯哦，当老婆手术，想要到手术了后。做这代志拢袂记哩，嘛袂记哩阿母啊，所以阮拢咧想办法，互伊想起来。啊，不过效果无好。嗯，啊，听你安尼讲，啊，若是我真正互伊误会，安尼是毋是就无好诶？你莫安尼想啦，迄老生的巴肠啊，无遮尼歪啊，超过伊乌毛，安尼点都无好哦。嗯。啊，非得老生若是问起来，就互明辉去甲伊讲就好啊。哎，老生哥是我顾命文玲。我若真正害伊去红五花，我会感觉足自责、足该死的。哎呦，无遮尔严重啦！啊，德胜伊人哦，足故意的，老生就是介意这点，袂安尼小东小西啦。安尼就好。嗯。啊，我迄举考刚刚袂记起啦。哦，看来受伤，我来看卖。对啊。是讲德胜哥甲恁拄仔讲的迄个罗生阿姨，因两个实在遮尼久啊，是安怎因拢无结婚？哦，阿母伫咧永辉因爸爸过身了后，捌伫咧娶家祖先面头前咒诅过，讲即世人永远拢生娶，啊绝对袂改嫁。啊，两个人就拖到即马。啊，不过永辉有甲伊妈妈讲啊，伊甲明慧即马已经大汉啦，娶家无需要伊继续花。希望伊会当甲过去约束放下，啊，不过阿母就做袂到。那安尼，因两个人唔着伫安尼互相耽误对方，总共一句，命运创的。嗯，对啊，啊是讲因是命运的创的，互这个世界安尼约束。啊，你嘞，你甲永辉，恁两个嘛是在足久的啊，哪有结婚？我嘛唔知呀，我之前不是讲过，我咧开始用火想要做出一点仔成绩，啊，不过伊到底咧想啥，我真正唔知呀。我逐天拢咧等伊甲我求婚，啊，等来等去都等无。对啦，我看会出来，伊对你哦就专情的。无得卡，伊是等一个相识合的时机，再愿意甲你求婚呢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即卖已经是上适合的时机啊，唔知拖啥。我想伊只囝遮尼好，伊一定想要甲你求婚。啊，伊还袂求，可能是因为有啥物原因，你应该找我清楚啊。就算有原因，嘛会当找我参详啊。一般来讲哦，啊，查甫人若是拢无愿意求婚，有几个原因。譬如讲，第一就是查某人无较有查某啊，所以厝内底迄个积习有弊。啊，第二就是伊已经无感觉啊，所以伊无想要伊后半世人都红白条的。就是查某人无较有查某啊。所以厝内底迄个积习有弊，啊，第二就是伊已经无感觉啊，所以伊无想要伊后半世人都红白条的。啊，第三哦，你莫胡白想啦，
我相信永辉哦，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。珊珊，我去一下洗手间喽。哦。珊，你是咧想啥？面老不臭。我是咧想，是安怎用火买甲我求婚啦？敢是交往伤久啊？伊对我无感觉，还是伊无想要甲伊后半生互拔掉啊？有这可能哦。你是咧胡白讲啥？永辉毋是迄款喜新厌旧的人啦、啊，是谁互你这种想法啦、啊？就有当时阵旁观者清嘛，敢是迄个安琪甲你讲的？伊就讲别人是安尼，啊，不过永辉无可能是安尼啦，就甲阿姨你讲的同款。就算讲伊后来甲你讲哦，永辉袂安尼，哎嘛无应该甲你胡白讲啊。参照迄种哦无教识的人讲的话，听听就好啊，莫放在心内。永辉嘛是安尼讲，好啦。我要注意了。跟你讲。老奶奶。哎呦，我假的。你真胖阿姨老的。你跟我假。我报价已经传过去啊，你看麦。是。好啦，那是有什么问题哦，咱随时讨论。就是安尼哦。OK， 拜拜。珊珊，吃饱未？吃饱就好啦。啊，你今日卖过来哦，我小等就要回去啊。我回去厝内底吃就好啊。今日就忝的，我吃完就困啊。你别卡早困哦。啊，这话就爱讲哦，还要见你才讲啦。好了，拜拜。上不来哦，迄个赛冠军有来甲伊斗相共，分工够大。啊，不过伊家己嘛真认真伫咧分啦，无甲讲够大，后壁等。所以你看，伊是毋是会当我的人才啊？我看哦，是有机会啦。啊，不过差我一点啊，啊唔对，是一点啊。差你一点啊？哦，啊那差你一点啊，都差济啊。我是大个上信任的，有摸过，当然甲迄个青鸭杂无共款哦。啊，平平吼是青鸭杂安尼搬运出来吼，啊有诶吼安尼点一下就通，啊有诶吼，搁看那砍刀都拢夹袂巧啦，规工拢安尼欠天欠地。对啊，迄个考验天就欠天欠天诶。我是伫讲你啦，你是讲我。
啊是要跟哪跟燕婷比啊？啊，人是为国外留学回来，你是要跟人鸡腿比大腿哦？啊，过江水跟我比较较高。人我是伫咧高山精英管理学院社会系出来的呢。哎，越来越好讲话哦，未歹，有进步，好啦。我来以后哦，这个燕婷啊，就来做你的学弟哦，应该嘛会有出头。啊，不过即嘛哦，啊，先好我甲观察一下。每礼拜高山精英管理学院，哎，不是遐尼简单的代志。会当继续跟定哦。嗯，你做起来哦，一定更加好吃。阿姊，真好。哎，新人，阿你来这个时间过来嘛？是安尼啦，我燕婷昨下无回来，我打电话伊嘛唔接，我就惊伊去找高山啦。伊最近有淡薄仔怪怪。敢那叫欣欣，高三有学堂的背景，未输要做伊的细汉呢，所以，哎呦，伊若是要去找高三哦，你唔免烦恼啦。啊，高三哦，无人敢惹伊呢。嗯，啊，万一去找高三，哦，高三带歹，啊，唔着规组害了了。是啊，啊，顶摆哦，伊佫提名片互阮囝呢，安尼就表示要甲阮囝带好歹啊。啊，燕婷即摆笑的话哦，都听袂入去，我就惊哦，伊真正会去挖苦高三呢。无啦，哎，高三给伊名片嘛是好意啊。哎，你那一直在替伊讲话哈，参照迄款人，哪有可能有啥物好意啦？好好好，我拢卖讲，恁讲哦，我去看菜。明明都唔是安尼啊，大概只要拢要讲高三的歹话，啊，我阁袂当替伊讲话，吼，就艰苦。绝对袂用就安尼，让燕婷掉落去。我嘛绝对袂允准燕婷去做虾米乌多。阿姊，我知影高三吼较尊敬你，我才会想讲来甲你拜托一下，看你敢会当出面甲高三讲，叫伊甲阮囝幸福我。啊，万一子啊来去找高三，啊伊阁袂赴甲燕婷藏起来，啊到时阵子啊若看到，一定阁较讨厌伊。时到，伊跳个淡水河嘛洗袂清啊！啊，我叫你去调查林大伟什么时阵来台湾，啊，佮有对香港是毋是有甚物事物的？你查了安怎？伊伫河港迄边，敢若无掠甚物大条的，也毋过嘛是有可能也袂变空。若无伊，哪有可能被你夹来收顿来？嗯，你哦。我再用心去调查，另外吼派一个细汉来甲调调，莫阁予伊惹是生非。我知影，我会赶紧调查。这林大伟哦，阁开始咧拐查某囡仔，甲伊迄个几乎苦中性同款，啊，拢专门靠哦，弄查某囡仔滚咖咧食饭，真正迄个爱食糜。他说若予我知影讲哦，伊去找杨秀英的麻烦哦，恁爸就拍甲予伊无出去当个食饭，一世人该当食糜咧。我是讲，这林大伟，唔知是不是佫走去小辣椒已经店扒起来未？哎，我呢是甲小辣椒已经店，我不甲泰哥去呢，啊！迄金鹏是去创啊？这，唔对哦，伊敢那是要暗示下，敢要是讲唇语？唇语？咦？啊？哟？唔对唔对，嗯，伊个手提菜，嗯，敢要是旗语？旗语？嘿，你敢会晓？
不晓，不晓，别遐气啦！我看这金胖的哦，根本就是你气人啊！啊！你莫艰苦啦，等下哦，我落去找高三，该问好清楚。阿姊，多谢你。阿姊想到我甲张新离婚了，阿英离婚关出来，伊的心情逐天拢足歹，啊有心事吼，嘛无愿意甲我讲呢。真的是解决失败了。哎呦，你莫安尼想啦，那是燕婷这么心内哦，一个看过未去。我相信只要咱陪在伊的身躯边，继续予伊支持，予伊知影讲，伊毋是孤单一个人。啊，到时阵哦，伊的心结等拍开啊，就了解你对伊的苦心啊啦。多谢你，希望真正有一天啦。会啦，那恁高三的代志就麻烦你啊，我先来去啊。放心，无问题，啊。菜是倒位去了着你哈？无啦，我想讲哦，甲这菜安尼嗅嗅的，看敢会较清气啦。菜嗅嗅的，哪会较清气？菜啊，用洗，唔才会清气。我看你哦，一定是去庙的拜拜拜伤济啊，来到连即马家己嘛会晓起动啊。我若是会晓起动哦，我就请迄千里眼顺风去通知。通知啥？通知天兵天将哦，甲燕婷带倒转来。伊若真正是去予高山怪去哦，我绝对袂予伊好过。我即马来去找伊，暗时有人定位哦，你紧处理你的哈。我出去啊。哦。哎，金宝呀，我是你调教的哦，你是你变菜吧？哎呦，比什么都不重要啦！重要的哦，是你是不是把燕婷藏起来啊？我跟你讲哦，阮姐现在要去找人哦，你最好是想一个讲法哦。啊，若无哦，伊若拄到你哦，啊，若无我安怎？我来跟伊讲。高三，吼、哦，你真正有够搞的吼，搁知影会晓甲真芳的串通，我真正唔知影你人会当时变这么好啊。可能我最近吼啊有食菜念经吼，啊所以我的人缘有较好一丝丝啊啦。卖阁讲啊啦，你即马人伫倒，我来找你。好，我随过。退去啦。笑问一下吼，你是倒一条筋去判着哈？那会甲高三咧通风报信啊？无啦，我唔是咧甲伊通风报信啊，我是问讲哦，伊是唔是真正甲燕婷关起来啊？无吼，啊，叫伊赶紧放开啊！你去看要甲伊冤家啦。亲像迄种人，敢是你讲两句伊来听的啊？我是感觉讲哦，伊最近嘛拢无做歹代志，无得靠哦，真正变好人啊！伊若变好人哦，天就落红雨啊啦！规日哦，你较莫甲伊接触的啦，听着无？预定名单，赶紧去处理你的。我背包摕来啦。啊，你是要去对啦？啊，不是跟你讲要去找伊个笨手。啊，我陪你去啊。唔通，你若陪我去哦，可以你咧替伊讲话，我真正会让你气死。高三啊，高三，我已经尽力啊，你家己陪哦。爱白卡，哎呀，大你坐的啦，该来的总是会来，啊，我都坐袂住啦。啊，大你是痔疮抓起啊？你唔知你痔疮抓起，你痔疮搁洗咧嘴的，你甲我踢的啦。我本来是好意咧收留燕婷，啊，即马煞小辣椒搞我误会，
看这声后壁怎才好啦。小辣椒，那你唔是来做生意啊？搁专工走一抓，唔知道有啥物贵事吼？啊，不，小蛋，咱先泡茶，啊，茶泡好，咱才过来讲哈。哎，一块，你把我上好的高山茶摕五斤来哈，我要跟小辣椒好好泡茶一下。是，无问题。啥物跟你泡茶？燕婷嘞，你该藏在倒啊？什么燕婷？你敢有教我？你莫搁假啊哦！我看你的表情哦，我就知影燕婷有甲你联络。伊人嘞，是安那？伊妈妈打电话给伊，唔接哈？你是不是控制伊的行动哈？我弄哦，我控制伊的行动要创啥？唔是要甲掠去卖啊？啊，既然你无要利用伊，就甲人交出来啊！莫搁想要骗我哦！我嘛无想要骗你啦。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燕婷确实有来找我，啊，不过我无控制伊的行动，我嘛无叫伊讲莫甲厝内的人联络，是伊家己哦，无想要甲伊妈讲话啊。哎，搁再讲，啊，伊都几岁啊？啊，敢袂当哦，决定家己要创啥？伊当然会当决定伊家己要创啥，啊，问题是吼你怪去呢，我当然莫甲伊叫回来啊。你莫安尼哦，拢家己想家己丢啦。我即马拢做正当生意。啊，燕婷想要跟我学，谁让你拢认定讲哦，伊会跟我学歹？你讲的迄种正当生意，拢是你用无正当的手段赚来的钱开的啦。阮燕婷哦，绝对袂当甲你有交缠。啊，老婆伊后半世人都乌有去啊。啊，伊叫张小燕陷害去坐监的人生早都乌有去啊，迄间我害的哦。啊，啊，因老爸因阿公，敢讲我拢无连累到伊？无唔对啦，燕婷去受到影响，还是阮家做事大个唔对。要不嘛，袂应该因为阮唔对，都拢唔怪伊，让伊路愈行愈偏啊。所以我是绝对不准阮燕婷哦，甲你有任何的交缠啊。我知影燕婷哦，真可怜哦，真冤枉。啊，不过哦，你理所当然来跟在我的身躯边，安尼对伊敢讲就有帮助。我相信哦，伊嘛希望会当有一个翻身的机会。啊，恁敢会给伊机会？啊！是你要叫伊把所有委屈都拢吞在腹肚底，安尼才叫做是你做好人。我知啊，就是你甲燕婷一寡有诶无诶，甲伊学你诶阿爸，用一寡威权诶手段要替家己讨公道，对无？我未甲伊啥物有诶无诶啦，我是看这个囡仔可怜，啊，无希望讲伊诶人生就安尼乌有去，啊，毋则想讲哦要出手甲斗相共。啊，恁哦，就当作给我一个机会哦，啊，看这燕婷被我。三个月以后哦，伊是毋是会当变了较有自信，变了搁较好未？三个月，一天也无可能啦。哎呦，啊无三礼拜啊，啊三礼拜嘛毋是足久个，都变一个月对无？讲出寡无输赢嘞。哎，三礼拜的时间哦，伊干若要甲我下骹手用哦，实在甲头哦，迄就无可能啊啦，对无？啊，你即马若叫伊转去，伊会失去自信。伊会认为家己是一个妈宝，啊，一个查甫人哦，若是叫认定是妈宝，迄一世人哦，头拢担袂起来嘞。啊，敢讲你希望看到伊安尼哦？啊，无十天，十天就好，吼。第十一天，你若是无看到燕婷，做你去报警察，安尼会用个袂？好，你讲个哦。十一天，伊若无转去妈妈的身躯边，我随去报警哦。啊，搁有这段时间，伊若有啥物意外，我绝对甲你陪。无问题，我再用我家己陪你。好，那恁先安尼哦，咱三十分钟以后见面。多谢陈董，啊，陈董拜拜。陈董总算答应用这个介绍买土地啊！是啊，陈董哦，足有诚意啊，够足阿三哩个。啊，这笔钱若是伫咱公司，咱就会当赶紧哦买咱天成集团的股票。陈董甲阮爸是好朋友，应该是听到最近有人哦想要拍天成集团的主意啊，才会这样斗相共。等下咱做伙去，我想要当面甲伊说多些。我哪会知影啊？应该是客户无说伊来的吧？
拄一个客户会挂这种的啊，看起来足奇怪呢。我哪有可能注意啊？啊，无得靠你去问冠军啊，冠军会注意啊。卢卡斯那是看过这种耳钩，一定爱爱叫讲时尚瘟疫入侵要消毒，啊，伊无爱就表示伊无看过啊。这就表示哦，客户来的时阵伊无看到啦，惊啦要迟到啊。你等你啦，啊你是安怎无爱正面回答我问题啊？啊，搁转移话题。啊，就一定要迟到啊！我可能想要不清楚，这耳钩是啥的。啊，你是爱我安怎回答你啦？还是讲你打算讲我最开心事啊？你是爱我安怎回答你啦？还是讲你打算讲我最开心事啊？那无哪会有这戏噶？我若是真正要甲查甫囡仔约会，我哪有可能戆到伫遮，互你掠包？无咧，卡是你无说你啊！你莫无理取闹好无？我讲无就无啦。你安尼应付我，叫我安怎安心啦？我无时间甲你讲这啊！你若是继续安尼哦，我就直接去找陈董哦。好啊，你家己去找啦，反正我无想要去啊。啊！你是安怎？哪去噗噗啦？这是你的哦。不是啊，我无这款的耳钩啊。我嘛冇看过你挂这种耳钩啦。啊，公司若是有啥挂这种耳钩，我一定会影响的啊。对迄个人哦，趁我无伫的时阵，入去用迄办公室。这哪有可能？你这么有气质呢？啊，挂这款耳钩的人，想嘛在。就无格调，就无品味。永辉哪有可能叫这款人入去伊的办公室啦？不过，万一永辉伊……哎呀，无可能啦！虽然讲哦，偷食是查甫人的天性，啊，不过相信永辉不是这款人。搁再讲，恁两个做伙这么久啊，我看得出来，伊对你真正足好诶，伊足爱你嘛，足体贴的啊。你不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你莫想这么济啦。啊，不过。万一我甲永辉做伙这么久啊，啊对我失去新鲜感啊，感冒就烦了，要安怎？珊珊，你哪有这款想法啦？啊，是不是因为迄天我甲你讲别人的代志，害你牵拖我永辉遐去啊？哎呀，伊甲别人无同款，你爱对伊有信心。我要安怎对伊有信心？拄则讲无两句，伊就是无耐心啊。无。我替你问看卖，看这耳钩是谁拿去的？你千万唔通哦，我惊人讲野话。啊，不过代志无摸清楚，你先关来，家己拍袂开啊。珊珊，有话等伊再讲好不？我已经甲陈董改时间啊，就是希望会当甲你甲话讲清楚，你先别生气啊。好啦，走啦，咱先回去。我已经跟陈董改时间啦，抱歉啦。我拄只的口气哦，不应该这样歹。其实我敢那需要有一个解释尔，你好好甲我讲就好啊。我今麦那是好我讲，亡羊补牢，敢会好啊？我永远会给你机会。啊，其实你会当先去找迄陈董啊，免顾虑我啦。啊，你嘛知影我这个人就是安尼啊，发完脾气了就无代志啊。啊，不过。我就是爱先稳定你的情绪，安尼我才有心情哦去做别项的代志。安尼就知影你伫我身边来，我重要。我知影。既然知影，
你是不是要会当那个这样爱食蛇？我就蛇，我吴珊珊以后袂阁乌白食醋，该食糖。虽然我知影你就蛇了后，你就袂记啊，但不过我心肝内哦，还是足欢喜的。哎呦，阁笑我！哎呦，那不是好迄张淑英洗脑，我哪会变甲患得患失？咱袂当予过去的代志去影响着未来的幸福，咱就等于哦替张淑英受你家己的。我是真正足惊足惊失去你，乖弟啊，你爱甲我提醒，以后我若是发脾气啊，你就爱甲我踩刹车。就算我讲我要分手，你嘛袂用甲我分手。我知啦。这手砍掉掉。砍掉掉。冠军，这全部拢是你上爱食的菜哦。啊，我来看你敢那无啥食哈？有啊，我有在吃，有啊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？妈妈跟你讲，这世间吼有真侪适合咱的人，啊，有的人哦看袂着咱的好，也毋过适合咱的人。敢来看到咱好的一面，所以吼，咱来加交一挂朋友，总有一天会找到上适合咱的人。啊，我有拄到啊，只是无介意我。吼，咱冠军这么优秀，谁会无介意你啦？嘿哦，那是伊无福气。好了，别想伤多，先吃好不好？嗯。哈。我想爱吃个小日头。哦，应该是妈对我上好呢。哦，够好食的。再加一个。你来加高煮啦。哦，小番茄啊。哦。啊，有营养啊。嗯。啊。哎呦。啊，老师啊。哎，对对。哇，这青草对了呢。哎哎啊！创啥啦？食早顿啊。食早顿。那是我专工传阮囝的早顿，你若要吃，你家己去传。嗯。啊，这多冠军一个人嘛吃袂完。冠军心情无好，已经吃真少啊！你搁安尼讲，或者总讲一句哦，不管安怎，迄全部拢是冠军的，别人袂用解抢。无啦妈，你甲爸做伙吃，不要紧的啦，吼。我回家要创啥？早起叫伊传一个早顿，结果咖喱无飞啦。啊，看到啊一挂有诶无诶，结果我家己煮啊，啊即马想要食，免想，哼。哦，你无你即马啥物意思？你就是无爱我食就对啊，呢。我拄则讲过，这是我传阮囝食诶，别人袂用看。恁囝恁囝，啊恁囝是安怎？你即马吼有想要甲我讲啥物话吼？卖他妈咧等阮世间，安尼九弯十八弯啦，直接讲。蔡家英，你食毋着药啊？其实你唔免讲，我心内有那婆婆知影。在你的心肝内吼，我是假啦，我是外人啦。但不过我跟你讲哦，你莫想超过哦。这个假吼，这多年来啊，就是我辛辛苦苦爬落来的基础，才有今仔日的呢。这二十几年来啊，我是安尼吼，当时捌安尼亏待过你甲冠军啦。虽然讲吼，我唔是一个百分之百好爸爸啦。啊！不过我真正是用真心诚意啊来咧对待你呢，结果呢，我的心肝破出来红浆，煞予人嫌臭臊。大家遐啊，无你社会摇的吼，我讲一句，你讲十外句，一顿早顿尔，你啊当发生地发干安尼？好啦妈，早顿大家做伙食，莫是透早就冤家好无啦？即马都毋是食早顿的问题啦，迄都是无什么问题，你讲啊。我看是你硬假的，我得证明给你看，我绝对不是硬假的。爸妈，哎呦，恁来，哎呦，爸，你我来啊，你，我们赶快逃跑了，你。妈，你替我看卖下，是不是吐一空啊？哦，吃了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啊，我刚才你头上坐啊，无代志啊。哎呦。
三天了后，就当知影冠军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囝。天公伯啊，拜托，不管冠军生作像菲律宾人、泰国人，还是原住民，我只要伊是我娶家的人，是我娶家兄的亲生囝，安尼就好。我保证，以后一定会尽职做一个好爸爸，嘛会做善事，做一个好人。拜托你成全我这个愿望，我现在是要去对的，回去一定要阿外老骂个臭头。我哪会这么可怜呢？什么人来给我一点啊温暖呢？因为啊，卡一下电话给因为好啊。喂，喂，啊，英辉啊，是我啦，阿伯啦。阿伯，啊，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啊，都，都，啊，你今仔食饱未？我食饱啊，阿伯啊，你嘞？你食饱未？我食饱啦。啊，你今仔迄个在昨暝困有？睡有饱眠无啊？我睡了真好啊！啊，你咧？唉，马马虎虎啦。啊，我今日今日形容变天哦，有较冷啊，啊你得爱注意呢，唔茫要感冒着哦。啊，好啦，我知啦，我会注意啊。啊，你嘛加穿一寡，好好啊，保重身体哦。啊，你有影是咱全家的一份子。只有你知影关心我，啊！问我安尼吼有食饱无，困饱无，予我温暖。阿伯吼，真正是足感动的。啊，阿姆甲冠军嘛就关心你啊。关心哪里关心呢？我只是一个外人尔尔啦。哦，阿伯啊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是不是会当去找你安尼开讲一下哦？我安尼一个人伫外口吼，未输迄流浪狗咧。啊，不过我要去开会呢。啊，你是安怎摆倒去厝的啊？是不是无早锁匙啊？锁匙是有啦，啊，都厝找无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啊，阿妹阿姨哦，开一间新的餐酒馆，啊，你去遐坐坐，好吧？阿妹来开的迄个餐酒馆哟，啊对呢，啊，伊开遐餐酒馆，我阁也毋捌去过咧。啊，无我稍等哦，传地址给你。阿妹阿姨啊，来知影你要去，一定就欢喜。阿妹啊，我要去开会哦，吼，啊，就先安尼，吼，拜拜。阿扁也实在无简单呢，竟然会当安尼化开店就开店，一定是去摸到对一个大金主。唉，七贤路的小姐吼，确实有影真有手段。你阿扁啊？嗯。哎呀，阿扁哦，应该是跟阿母冤家啦。啊，行。回来了。英辉先生，嗯，啊，冠军人呢啊？啊，无你办公室伊走去倒啊？哎呀，我嘛唔知影啊，伊就讲哦要去找灵感啊，啊伊就讲伊小日就回来，啊唔知影是啥物时阵啊？哦，唔要紧，无我来去找我未来新妇开讲。未来的新妇是啥啊？啊，就一菲啊，伊是我未来新妇。哦，一菲今仔日嘛休假呢？啊。啊，我心情不好，想要找人开讲，那大家拢无伫个啦。啊，你是不是甲阿伯冤家啊？佮家己赶出去，所以心情不好啊？我才无赶伊出去，是伊莫名其妙甲伊走出去的呢。啊，你哪会知道？
无啊，伊拄着就敲电话给我，讲伊心情无好，要来找我。啊，不过要开会啊，我就叫伊哦，先去阿炳阿姨新开的餐酒馆啊。啥？啊，伊真正一个人走去哦？应该是吧，我就传地址给伊啊。是错家兄啊，这几天啊，敢钓狗同款，卡袂着对我大细声。我讲两句啊，伊规个人啊，就敢举起来。还有准多说呢，即马竟然伫我背后偷偷去找七仙路的查某。哎呀，阿姆，你莫误会，阿炳阿姨哦开的餐酒馆哦，而且正派经营啊，啊对哦，今仔会当食饭、啉饮料尔啦。哦，你才误会，我听讲迄间店是阿炳甲金胖两个人合开的，若是阿炳一个人啊，我阁勉强爱相信。伊若甲金胖两个人做伙，迄敢若死人，妖气冲天。阿姆，伊真正想伤济啦。啊，迄间店啊，我甲永辉捌去过啊，就是普通食饭的所在。哎呦，珊珊，你真正真单纯呢。倒一间做我的公民正大，互你知影。你看街仔路遐尔济间纯理发，是倒一间真正做顺的。搁再讲，蔡家兴个性，我上了解。真正正牌经营哦，伊绝对无可能搭入去啦。啊好哩啊，你看蔡家兴诶，你敢去我就敢你啊。啊，真正互我掠入去偷食，我绝对甲伊爆皮。哎、欸、呀，阿姆啊！你紧靠互伊阿伯啦吼！啊阿伯真正做啥哦？互你阿姆掠着就惨啊！唔免啊，阿伯哦无搭啦，伊是无可能哦做伤超过代志。而且因阿母就爱先吵吵闹闹，有时阵哦嘛是一种爱的表现。行啦，开会啊！咁真是的啦！哎呀，真是的啦！看好伊哦！唔免。哦，文君，啊你啊光头白日，到底饮酒啊，搁饮到这么凶哦？哎，转过你嘛哦！阿伯阿姨，你给我喝啦！我现在心情真的很坏的呢，你不知道哦，家里我爸妈吵吵闹闹，我喜欢的人又没要吵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啊。欸，冠冠啊，你爸爸妈妈吵吵闹闹的事情哦，我是管不住啦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有喜欢的人，你金胖阿姨是很有兴趣的哦。是谁啊？你跟我说，没得可能让你跟他破镜重圆哦。啊，刷刷去也无可能啊！欸，你是唔知恁金胖阿姨号做丘比香吼？啊，伫个恁两个阿姨面头前有啥物人去拍摄过？是啥啊？啊，一飞吼，欸，有配呢，有配哦。哪有配啦？我介意啦，目睭比佫较大蕊，啊，头毛比较短，啊，脚嘛比较长呢，身高比我较高，嘿，有一飞哦。不合格。哼，欸，唔对呢，冠冠，啊，恁女朋友是运动员哦，欸，脚阁比你较长，啊，阁比你较悬，欸，体格敢若查甫的咧。啊，煞起来，费力我应该伊切啊啦，啊，加讲哦，我加相信。哎呦，迄男女朋友冤家拢嘛正常诶，我得脚过过关下就好啊。不过即马已经过足久安尼。啊，这个真正是撒尤那啦！迄感情的代志哦，本来就是爱看缘分的啊。搁再讲啦，你还搁遐尼少年，一定真紧哦，对，当搁拄着对的人哦。对啦，你看恁阿姨拢几岁啊？啊，到今嘛嘛无放弃找寻真爱啊！阿妹啊，金胖阿姨，多谢恁的鼓励啦。啊，不过今嘛。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啊！我嘛无认为这世人有法度找到甲伊同款的 soul mate。哦，你愈讲哦，愈好奇你迄 soul mate 到底是啥？好。哎，吼，这间店甲较早去现路迄间店安尼装甲一模一样的，我听伊个意思，也入时光隧道。有个人来感觉哦，你介绍认识我会呢？哇，你来这创啥？嘿，啊，你来这，我这边问讲你来这创啥呢？
无啊，我就甲真怕阿姨后尾阿姨开讲啊。你莫讲你嘛是哦，我若是互妈知影哦，你着着安怎？啊，我要去对吼，厝内擦地吼，伊敢有法度甲我管着啦？哦，想袂到遮尔久无见，阮蔡董的吼变啊遮尔有男子气概呢吼。嗯，我原本就是安尼啦，我一家之主呢。伊若是安尼吼，加加啰嗦两句啊，我着叫伊吼。叫伊吼，安那。就叫伊去罚车，安尼面壁思过啊，先煞台写五千字的悔过书。哦，真有架子哦。哎呀，你来要搞阮高官哦，我是足欢迎的啦。啊，不过你性命还是爱顾，我考劝你，还是赶紧回去啦。无啦，我来只食一个物件，安尼也袂用呢。我再讲我是甲阮囝做伙来食哈。你知影阮爸囝做伙食饭吼，那不用感情啊，所以天公地道的呢。啊，你讲对无？这件代志出去，应该是别跟你妈妈讲啦哈。我爸爸，你我讲的哦，你是不是讲要办我的头毛？啊，恁爸是安怎办你的头毛啊？问伊啊，我哪会知？那这件代志吼，三工后我才跟你讲原因。什么要三工后？我今麦讲就会用的啊。啊，今麦都不是良辰吉日啦。袂用个讲，就是袂用个讲啦。哦，哎，即摆，哎，美女客话，我点一下酒菜哩，啊。好啦，啊，不过我话先甲你讲好明哦。到时阵你某若找来遮，甲阮遮物件讲讲牌哦，你着爱照原价赔阮哦。无可能啦，哈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吼若安尼甲紧一个吼，伊着惊到吼鼻边吼徛咧拢唔敢震动啊。来，我无要甲你做伙，我就徛哩。看起来这个囡仔真正是跟我无缘啦，竟然安尼想骗我。嘿，这真有舞台的哈，真好真好。哎，乖乖，你应该是毋捌看过我跳舞对？啊，毋是我咧操蛋啦。我真正是舞姬一流呢！较早伫个基丁的时阵大家拢讲我是安尼吼，基丁的吼武棍阿伯。哈哈哈！你欢喜就好啦。你唔相信啊？安尼我跳给你看。来，来 ，Rose， music 给我放下去。你真正要跳？哎呦，我要和你那大导演夫，你咪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哟啦！来。我怕你又去闪到，还应该给放下。好啦好啦，伊爸马上就来。哈，爸，他说你哦。几回啦？好，来，来。甘美玲在吃啥？哦，爸，这间饭店上好吃。哎，阿娇，哎，余先生，一飞，啊，那叫你多好，你也来吃饭啊？是啊，阿姨，你嘛跟阿妹阿姨的所以啊？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咱是有够有缘的，口味拢这么相像。哦，一飞啊，啊，过来看毛巾。你愈来愈水啊，尤先生，你嘛愈来愈漂亮了呢。哎，请啊 ，Lady first。啊，嗯。大哥，你做啥？妈。哦，你真是啊，狗啊！你天天骂我，穿了这款垃圾衫，甲这不得不穿查某人做伙，你真臭死啊！你也。你讲话较客气的啦。就是你啦，油怪我的红腮，袂见是来查某。我油怪你红腮，歹势歹势，我本来是想要骂人的，啊，不过吼这笑话实在是太好笑了。哎，蔡太太，你拄则讲的话吼，阮在场的人拢有听到，到时阵哦，伫法庭上，阮拢会当作证的。法庭？嘿啊，我会当搁你诽谤、公然侮辱。哼，卖啦，真的凊彩讲讲，我来惊恁哦。
我才想要过你好的家庭呢，莫惹准我食素的啊！好啊啦，你老阿母的代志哦，家己倒去处理啦。啊，不过你若继续，搁讲一句侮辱我、真芳，还佫有阮店的话，我绝对袂甲你客气的哦。好啦，老妈，爸只是来食饭，伊无安怎啦？苏家兄，你竟然甲阮囝带这款所在，天下间竟然有你这款老爸！我囝的前途，要让你毁掉啊！好啦，好啦，妈，我家己来的啦，甲爸无关系啦。你莫听伊讲话啦，你哦。你无资格做阮囝老爸啦！对啦，我无资格啦！啊，你叫有资格做你爸爸的人哦，赶紧叫出来！哦，我真吼足好奇的呢，这个人到底是生做啥物三条六臂？你甲叫出来啊！啊，叫冠军哦，叫你爸爸！爸，你先讲啥？莫乌白叫，我唔是恁爸爸哦。你是耍着哦？哎！你讲气话，妈要怎着哦？我唔是讲气话，我是讲实话。我你讲啦，咱两个人的血型吼，安尼男的到底吼，生袂出冠军这个囝啦。这届验血吼，我的血型、你的血型，还有冠军的血型，拢验了无唔对，所以结果干那一个冠军的爸爸唔是我。你是人生酒醉哦？冠军是我辛辛苦苦就生下来的，我为了要生。我出事都无命嘞！你竟然讲冠军不是你亲生骨了？对啦，冠军是为你爸多生出来，你是伊妈妈啦。啊，佮伊爸爸不是我。你即马是讲啥哩啊？你怀疑我偷看呀？怎敢呀？你那这么不老实啊！你即马当真来面头前安尼侮辱我？我自从嫁伊，带家过了十年。别个查甫人，我连看都唔敢看。你即马竟然敢怀我偷看伊啊！查实，血型唔对有真侪原因。你拄才讲遐话，真正袂当我袂讲。就是啊，啊无证据啊，你哪会当安尼玩弄恁某啦？真紧就有证据啊！我有捌冠军的头毛，甲我来去做 DNA 比对，三天后吼，结果就会出来啊！真紧就有证据啊！我有捌冠军的头毛，甲我来去做 DNA 比对，三天后吼，结果就会出来啊！你真正甲我偷偷去做 DNA？ 你，哦，你哪会安这么可恶啊？哈！我甲你无同款啦，你哦，你是看一个爱一个啦。反正冠军在外口，唔知偌济兄弟姊妹啊，只是无上门来尔啦。你真够你怀疑我？哈？你我靠！你对啦，啊！冠军是由你爸多生出来啦，哦！你无替人饲囝啦，替人饲十几年囝人是我啦。我今日冠军无得先上这个打击，我来看看。啊，今麦到底谁不乐意出来啊？啊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，啊，你的爸爸不是他的爸爸，啊，妈妈是同一个妈妈嘛？啊，第五题，阿那是教你哦。燕婷，我不是叫你别再来找我，我没需要你斗三工。我知道，不过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跟我斗三工。啊，你可以去找永辉啊。永辉，我不知道怎么跟我们哥说。虽然他是我们带家的人，很快就会知道。你有什么话不能跟永辉说的？蔡冠军，你莫伫个只搞假可怜哦！我甲你讲，我袂睬你，就是袂睬你。永庆，我唔是来只甲你假可怜的，
我是感觉我家己真正足好笑。明明所有的不堪，无想要让家己上要紧的人知影。啊，不过我今麦伫你的面头前，才有勇气去面对我家己所有的不堪。你到底是咧讲啥？我爱搁做事啦，请你离开啊！燕婷，是的，最后一件代志讲了，我就袂甲你交了。我今麦知影我的身份，我其实我是一个私生子。你是在讲啥？小妹是袂当我袂讲的呢。我无袂讲，是真。阮爸爸去验 DNA 啊。真肯定知影答案，真正希望这是笑话。啊，若无二十几年的家庭美满幸福，拢是假。这不会是假的啦！啊，恁爸爸妈妈这二十几年来对你的付出甲照顾，迄拢是真的。若无，嘛无今仔日的赛冠军啊！你讲。我即摆连我家己是啥我拢唔知影，以后我是要安怎？你就是你，不管你爸母是啥，人生嘛是你家己的。我无想要看伊安尼，互人滴滴嘟嘟啊，尤其是对阮爸妈，伊是会敢若讲阮妈咧，啊讲阮妈是伫咧外口偷生囝，我看到伊安尼，我真正就唔甘的啊。蔡冠军，你是当时。会惊人伫咧遐甲你叽叽嘟嘟啊！我想不掉，啊！不过我即马知影，我是一个无妨祝福状况生落来的囡仔，即马伊影响着阮爸妈，无想要看到我身躯边的，尤其是你，燕婷，你讲了对，你叫我。幸福。虽然你的出事，无大家祝福。但是你平常时，让阮大家真侪快乐啊！你的存在真正足重要。我真正是惊拖累你，所以才会叫你离开。但是即摆看你安尼，我真正足有感的。所以无去嫌我。阮家感情就较好，我真正。是真正足惊你嘛变成张顺的目标。咱真正是咧比相较凄惨的吼。你唔是安尼讲，那安尼吼叫做负负得正。啊，既然咱两人即马拢无好，爱就无想拖累啥个问题啊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继续跟我斗阵啊？我逐天徛伫遮啦，看人安尼行来行去，我心肝内底就愈想愈清楚。这个世界内底有几十个人，会当拄到一个人是我真心介意的，那是偌无简单的代志。为什么迄个人的尸体，我有啥办法好好珍惜？我的人生过了是无美满，我无希望我再后悔。我无去嫌你，啊你咧？你敢会去嫌我？可能去嫌，可能去嫌，所以袂得变辛苦，我蛮不快乐。但是，那你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就辛苦。
我唔惊啊！你唔是讲，那是夫妇得正啊，对不？总算是靠着你的手了。我宝贝仔，今麦阁变做你的宝贝仔，拄则是啥吼？怀冠阁毋是伊亲生的，阁再病养对的。伊是我饲二十几年的囝呢，啊毋过我毋是伊的亲爸爸，伊毋是我的亲后生啦。毋是你是啥啊？哦，你是去互歹命卡着哟！你真正爱我，摕一顶绿帽，甲你戴头壳顶哦。好，我即马来去找客兄孙烈义。嘿，你来去找客兄哦，我来去找迄个孙烈义啊。你敢找孙烈义？嗯。你也敢出去？嗯。啊，这出去就出去啊，反正这不是我的厝啦。啊，你家吼，这个冠军是无啊惊，一家人啦，我唔是啦。哈，你现在是唔肯相信啦。啊！你家吼，这个冠军是无啊惊，一家人啦，我唔是啦。你现在是唔肯相信啦？我即摆敢相信 DNA 啦。哦，你真正死脑筋啦你！蔡家兴，我知啊，你是不是外口有查某？所以你超工掠这空棒，要甲代志抹大，要甲安尼好点无？你即摆是咧讲什么乌鲁木齐呢？你心机什么时阵变遐重哈？我知，一定是去让你家家人对无？你叫好胆，直接出来对我谈判。我当时有啥物好你惊啦？你别去找我麻烦啦！我讲，是你先对不起我哟。你介意哦？好，你去找，出去啦！你死活拢想查甫来，为我当查某，我你家己好死，你出去，你去找伊啊！我做二十几年啊，乌龟替别人饲囝，你搁讲我无良心？你别再白讲，你敢出去？啊！你敢出去哦？我出去就出去哦，好好。你出去。啊！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被安怎啦 ？Lucas 哦，乖机呢？啊！伊今嘛一直足艰苦的，啊，不过这也不是伊的不对啊。伊想生落来人，伊也无多做选择。那是我，我一定就艰苦的。叫你十年爸爸妈妈，想想，不是家己真正的爸爸妈妈，叫我要安怎接受？我想伊的爸爸妈妈一定不是调岗的。爸，啊你哪知因爸爸妈妈不是调岗的？因为无一个爸母会调岗，让家己的囡仔艰苦。卢卡斯甲因爸爸血型无合，刚刚当年因妈真正反背因爸，啊！不过拄只我看因妈气甲强要昏倒，根本就无亲像讲白贼啦。爸，啊，你感觉这代志是安怎？哎，这是人的家来事，咱无事过管。拄只你讲的话，会当甲我讲，出去唔当我白讲。我知啊，我嘛无想要伤害卢卡斯。我知啊，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哦，因伫咧朋友抱唔着囡仔，卢卡斯是别人囝。
哪有可能啊？第一看伤细啊，想象力丰富啊。那是，哎，新闻拢有播，啊，真正有发生这款代志呢？是有可能，也毋过每一个囡仔出事的时阵，哎，病医拢有出生证明，而且记录阁真清楚。我看到吼，卢卡斯过去查一下。没事。爸，啊，你哪这么激动啊？这件代志已经过二十多年啊，无一定查得到。就算讲查得到啊，感觉卢卡斯都爱甲伊的亲生爸母相认，安尼做，卢卡斯伊的心情敢会较好？嗯，你讲的有道理，我拢无想这么多。那是我吼，我一边是生我的，一边是养我的，啊，安尼太伤脑筋了啦。好佳哉，我无可能发生这款代志。当然啦，你是爸爸跟妈妈的宝贝小囝，啊。虽然我跟卢卡斯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啊，不过我比佮佮幸运。希望伊啊，会较早啊，母好清楚伊的生死。大，你紧看，哦。啊，想要看啥？啊，因为熟识啊，毋是啥物秘密啦。毋是秘密嘛，毋对。也毋过，你佮我甲燕婷订好条，看伊有伫个无开无，我都有发现啊。你看，下晡一点四十五分的时阵，冠军上饮料来，啊，佮伊饲，哦 ，so sweet。过来，两点三十四分，燕婷看到冠军老瓜，伊就安尼甲伊饲瓜，哦，安尼饲瓜。十点十分，燕婷烦恼冠军的甜，伊就安尼甲你掠铃，哦，掠铃有爽无？然后冠军就感谢燕婷诶，伊就含情脉脉诶对微笑。刷落来，你就甲伊个头挂伫燕婷诶颈仔头，哦。你是好啊，妹。哎，这两个高音啊，哦。哎，婷，冠军，恁两个带我转来去办公室。看卖，好，啊，无恁即马是你搬倒里出啦？啊对哦，诶，啊七七安，哦，诶，一开始安尼啊，然后安尼，啊尾啊对，安尼。好啊，莫搁伫遐啥物安尼安尼，吼，代志甲我讲个清楚。我无遐尼济哦，美国时间改日才约未差。啊，就这话讲徛回头灯，我嘛唔知要回头讲去啊。是啊，郭董诶，啊，你若是想要了解阮的故事哦，可能需要真济美国时间呢。啊，既然哦，恁无得讲清楚，那恁就换我来问恁。啊，恁爱老老实实甲我回答。徐燕婷，我问你，你以后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贫穷还是富有，你是不是会永远珍惜身边这个人？这句话听起来实在实在啊！平回答，我大真无闲的。哦，哎，我哎。哎，蔡冠军，我问你，你以后
不管是喜乐还是忧伤，健康还是疾病，你是不是会永远支持身边这个人？哎、欸，我绝对会。好，安尼我了解，你免讲。何汤诶，啊你安尼就通了解啊？开玩笑，哎，恁师傅我是何等的人物啦！啊，如果连恁这两个小屁孩我都无法度搞定，我是要哪做恁师傅？等下，啊，你拄好讲师傅，啊，所以讲当你是愿意收我做徒弟啊？哦，我通过你的考验啊！嗯，多谢师。我拄则搁想讲，你叫阮两个回来，是要甲阮两个骂咧？我骂你要创啥啦？我是一个吼明事理的人，哎，还是拄仔迄句话啦。恁师傅我是何等的人物啦？啊，只要恁吼唔是迄种凊彩算算的、乌白算算的吼，我拢会祝福恁。多谢师。口袋玩耍做多得呀呢，要不我给你请拜师大礼啊 ？Stop， 我反对。有个，哎，这摆是安怎啦？我就算口袋玩意就好了，我是我赞成你拜一为师啦。这是我最近上大的唔忙安呢，而且我嘛就顾无种成就感啊。啊，唔过。孤单迄种人，牵连真足危险的呢。Lucas， 你讲这种话是输个无礼貌。哎，我会当了解哦，冠军的顾虑啦。燕婷啦，冠军哦，是真正咧关心你的呢。哎，冠军啦，啊你唔相信我不要紧，阿哥哦，你一定爱相信燕婷。啊，你拄则毋是已经讲，你会永远。支持燕婷，对啊 ，Lucas， 我嘛希望讲吼，你会当相信我，啊支持我的选择，我嘛向你就说，我绝对袂辜负你对我的信任。好啦，我支持你。太好了 ，Lucas， 谢谢你。我当然是的啦，我已经笑到要出血啊！你两个搁烂条条啊！啊，我唔是迄种哦，诶，老古板的师傅啦。啊，你哦是唔是有搞我惊拜师的哦？我拢无差。总共一句哦，燕婷，你今嘛是我的徒弟啊。以后哦，你伫外口若是表现了无好，下了我的面子哦，我甲你保证。我绝对会帮规处理啊！是的，师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表现，让你有为荣。好啦，啊，今日到这就好，啊，你当去那边啦。诶，是讲，燕婷啦，你是不是要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代志？我还有什么重要的代志？你是不是应该先去跟你妈妈讲一声实的？对哦，多谢师兄的提醒，阿伯，我即马就来去。哦，进去，进去。师兄再见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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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这就是做好代志的感觉啊，爽快。你人呢？你人无爽快啊？对，你实在有够了不起的啊！哦，真正是我的偶像呢。你敢知影？你即马规身躯金光闪闪滚，哦，我嘛就拢你要爬袂起嘛呢。那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你安尼就讲要跟我来啊。我甲燕婷冠军伊无共款哦，我是标准直男哦。不要紧，就算讲你是钢铁直男。我嘛是把你当作我的偶像，我可以跟你握手吗？免啦，哎，莫遐连笑话啦，去做代志啦，拜托，走人，你搞较正经啊你。
讲的 soul mate 就是燕婷哦。姑姑，歹势啦，阿俊俊一直无甲你讲。无要紧啦，你两个哦想好清楚就好啊。啊，上重要是爱幸福哦。我想吼，经历过静静家一段风风雨雨了，阮两个一定好好珍惜这每一分每一秒幸福。哎呦喂啊，真正是三宝我温菜名啊！哎呦，哎，不过想想哦，真正感觉足神奇的呢。啊，透早关关哦，搁伫咧遮饮酒解忧愁，想袂到这欢乐关关了，马上失恋变热恋。哎，好，咱家是桃花坞吧？哎，这夸张哎你。不过，我嘛爱甲你讲一声实话啦。进前我对你较无礼貌，嘛希望讲你会当原谅我。无代志啦，其实哦，姑姑嘛应该爱加较体谅你的心情才对。我嘛爱感谢，感谢阮师吼，甲我安排真济工课我做，来磨练我的耐心，甲我毅力。经过这段磨练了，我重新去体验生活。就偷偷人生跟他回到正轨，重新找回我自己。您三耶？我现在已经领高三做师傅啊。啊，燕婷啊，你真正要对这个高三辛苦变做一个徒弟啊？你不要再考虑一下啊。姑姑，你放心啦，我相信高三哦，袂带我去做歹代志。是啦，而且有我伫燕婷边啊，我会家顾好掉，袂阁回家歹路的。就算是阮师，我即摆卖理智思考啊，绝对袂够冲动啊。我已经用乖过啊，我无想要阁乖入去啊。听你安尼讲哦，姑姑就欢喜。进前吼，我嘛因为怨恨失去了理智。但是经过阮师和我这磨练了，我想清楚一件代志。我因为张淑英，已经失去了真济啊。我还是继续落去，可能嘛会失去我家己。安尼我们就退退输啊！你讲那无唔对，千万唔通变作甲张淑英同款的人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吼绝对会好好保护阮妈咪，袂阁会相信老白西啊！阮母仔囝吼嘛绝对会愈来愈好，爱让张淑英知影，阮袂比伊更加幸福。一定。妈咪，张正贤等来。我的好事从什么时回来？妈咪，谢谢啦，亲情给你看苦了吧？塞啊！给你老关机啊！就当作是提供表来考验，咱做爱过关啦。新年，以后得当放心嘛吼。恭喜你呢，新年，把恁家找到回来啊！是啊，阿姨，而且吼是两个哦。我保证以后绝对亲像后生同款，甲你照顾，甲你保护的。哎呦，那够客气啦！安尼想想吼，高三真正有两步起来呢。进前吼，咱遐尼侪人口坑面甜，有嘴讲到无脑拢无效。高三了，咱三两个也著甲撬倒来，伊嘛真厉害呢。迄是运气好，我是希望燕婷哦，离开。哎呦，姐，你妈安尼啦！歹人嘛不一定永远拢是歹人啊，人爱有歹人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爱跟你讲这啊，今仔日是来庆祝一个呢。哦，对对对，莫讲，来来来，饮酒庆祝姐，看什么饮啥好，做饮点哈，来，看什么。我饮啥拢会用的，只要不是 Honest Johnny 就好。我系 Honest Johnny 哦嘛，不是凊彩调出来，还是我系珍宝呢，爱盖人吼，再当饮。What？ 真歹。你有介意的人啊？对啊，啊有啥物人？啊，阮敢有识识啊？哎呦，卖懵啊，人家会害羞啦。啊，船到桥头，恁主人就知啊。你害羞哈？啊，要饮啥景点？啊，我没吃啥。我来饮天板无饮到的金枪特调。啊，够另外一酒。好啊。哇。三，阿姊，我有三下午茶要来和你甲总经理，多谢你请我食饭。加你啦。哎呦，我要出去办代志啊！啊，你买遮济哦？我一个人食袂完，不会食。好啊，这间的蛋糕真正足好食，已经试看卖。
也袂歹呢。多谢。你安怎？啊，无代志啦，你紧食。你的反应就是有代志啊。无啦，无代志。你过来看啦，这个永辉办公室哪有这？哦，这是我的啦，哪有可能是你的？我就看到啊，是伟才找出来的啦。我就是怕你会生气，不才安尼讲。啊，是讲珊珊，这敢有可能是公司倒一领产品顶面无彩字落落来？卡输无彩字落来，哪有可能伫沙发缝内底啦？那伫遮一定是有啥物误会啊，才会安尼。我感觉总经理应该嘛唔知影这件代志，也是讲是有人想要挑故意制造恁的误会。无可能，那天成集团有啥唔知影我甲永辉做伙啊？那呢嘛真有可能是因为你卖过找理由啊啦，物件就一只，还有啥物误会？珊珊，我感觉无，你应该找总经理问个清楚。啊，而且你毋是拄甲我讲，你讲你感觉你最近有一点啊像疑神疑鬼、患得患失。我虽然足爱伊个，啊，不过我袂为着爱情啊，我爱顾我家己个自尊啊。这件代志，我会好好问个清楚。那安尼，你还答应我，有话好好啊讲，莫冲动哦。好好啊问。哦，我无闲到要死，啊！恁哥伫咧遮悠哉食下午茶哦。哦，真正足无公平呢。珊珊是安怎？看起来怪怪。总经理，无恁讲，我想出来无用。我问你，这是啥？这是办公室呢，你提这出来创啥？让人看到不好啦。你嘛知影，这让人看到不好，所以就藏伫个沙发缝内底啊。你伫讲啥啦？我听无啦。我知影，你是超过我看这啊。你莫胡白乱想好无？就按罪名伫我身上哦。敢问我讲唔对去啊？哪里你搞解释啊？你的办公室是安怎有这個？我哪知影我的办公室哪有这個啦？我只是希望你会当加相信我一点啊！你是安怎对咱的感情这么无信心嘛？我知影，你根本就无想要跟我结婚嘛！你是不是真正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代志？妈，当然无！我看是卖啦，卖提我冠军啊！若是搁看到这单啊，应该搁较艰苦呢。我阿母的关系啊，拢是互你破坏掉呢。我唔管你是要用什么办法，你就是爱把遐工人提到手。啊那无，你就搞个安分呢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行啦，咱来转去啦。我是查甫人呢，我嘛是爱民主的。民主重要，是某较重要啊。我甲全部的人拢带来遮，甲你小林，啊你讲好无？我不准你带因来。是安怎？我出事了后，伊的态度拢变啊。伊就是产后忧郁症。你妈妈真正最辛苦的，你莫怪我伊好不好？心内的声音遐尔清晰，想要讲嘛讲袂出嘴，因为期待，所以伤心，目屎就渐渐滴。
春风为你。